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幺六零型颗粒机，家用照明店就能用。今天用粉碎过的麦秸秆加玉米面做实验，看一下这个出货量，实产500斤，看一下咱们颗粒成型度，适合猪马牛羊鸡鸭鱼鹅使用。咱们变速箱采用汽车后桥差速器做的变速箱，上一上节传动轴连接，供着起来强劲有力，不卡机。有喜欢的朋友给个双击加个关注支持一下。